号外号外，听说《交响情人梦》中国版在九月开拍了，目前在谈的是张新成和林允。OMG， 这部片子可是陪伴了小编的整个童年的，当年还为了这个吵着去学钢琴呢。小编在这里求求导演好好拍，不要拍毁了这部经典剧作，毕竟翻拍经典拍烂也是常常有的事。事例就是长泽雅美和山下智久的求婚大作战，这是一部很经典的日剧，然后到了中国把版权买了以后，请张艺兴来翻拍，我的天哪，小编怀着期待去看的，谁不知道被里面的演技雷到了，剧的也是改的稀巴烂的，就算有张艺兴的样子撑着，小编我也是无法看下去，看了几集就弃剧了。而这部中国版的求婚大作战在豆瓣的评分还达到了 3.7 分，有前车之鉴，希望这次的导演能够好好的拍，不要毁了这部经典的剧。除了导演，演员也是很重要的。在日版《交响情人梦》中，千秋学长是由玉木宏，而观众最喜欢的野田妹是由上野树里演的，两个都是日本里面的演技派啊。这次中国版的《交响情人梦》有传言是之前很火爆的青春剧《你好，旧时光》里面饰演小太阳林阳的张新成。说到这个张新成就厉害了，14年参加艺考的时候取得了北电、上戏、中戏、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第一名，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中戏，这时刻是能吹一辈子的，演技是有的，实力也是有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很好的演绎属于自己感觉的千秋学长了，因为玉木宏版本的已经深入了观众们的心。而最受争议的女主角是星女郎林允，林允凭着周星驰导演的《美人鱼》出现在观众眼中，但演技却一直得不到观众们的肯定，而且外形也不是很适合饰演野田妹，毕竟在日版中上野树里塑造的野田妹可是非常清纯活力和呆萌的，有网友称如果是林允饰演野田妹的话，宁愿欧阳娜娜去演，毕竟是音乐类的，小编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虽然欧阳娜娜的演技也不咋地，可是人家可是考取了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人，对音乐方面造诣比较高，而且也蛮符合野田妹那种呆呆萌萌的感觉。这次中国版的《交响情人梦》希望能够好好的拍，别毁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，无论如何就和小编一起期待一下这部翻拍剧吧，也许未必没有我们想象中差。